斗大字体报道大马雪兰莪一户民宅因铁窗阻拦逃生，四人命丧火窟的不幸消息。慈济志工除了前往遭祝融烧毁的民宅和医院助念，也到死者老家北海设置的灵堂抚慰家属。满头白发的老母亲泪水擦也擦不干，志工佛号声不断，愿亡者灵安，也要生者心安。出殡当天，宾州首席部长林冠英也前往慰问致意。很感动的就是慈济人一路陪着，从他们吉隆坡来到北海这里。大火夺走父母和手足性命，在外求学的大女儿面对巨变难以承受。最担心是他，他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，我们都 stand by。希望他心里面早日的解脱，他这样子我觉得还是需要很多的时间的陪伴。瞬间痛失亲人，慈济志工的长情陪伴会一直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杰斯、梁长荣，马来西亚报道。